老师您好，我是阮氏洪水，我是卫星大学的三年级大学生。如果有人问我成功从在哪里过来，我会回答来自老师，因为老师教我很多东西，不仅只是在学校或者在一本书教我们，但是老师还教我怎么可以变成是一个好人。老师你知道吗，我有一天看到一本书，他说如果每个人只能生活90年，那30年是工作，30年是睡觉，我们真的生活只是30年。所以我想跟老师说，老师您辛苦了。11月20号，衷心地祝福老师您身体健康，佳节快乐，我们爱您，谢谢老师。